好，来插播金钟奖，现在颁奖典礼正在举行当中，而华视的《俗女养成记》呢，也拿下了这个迷你剧集女配角，也就是由于子玉拿下的。来看到最新现场，感谢评审，谢谢华视，谢谢《俗女养成记》的每一位幕前幕后的伙伴，谢谢导演陈长伦、严艺文，我不知道你们在哪里，谢谢，我爱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林英姐，你承让了，谢谢。还有每天晚上跟我挑灯夜战的我的语言老师朱生哥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还有谢谢大小嘉玲，谢谢，是因为你们的优秀还有付出成就了我，然后。